炎热天气就是要省水，陕西乡公所伫个庆安水道办理独木舟嘉年华活动，因为将停办多年的独木舟体验，伫个放暑假头一天重磅回归，吸引不少游客、大小朋友到店来参与。陕西乡公所每年夏季都会伫庆安水道办理独木舟嘉年华活动，受到疫情的关系，三年后的水上活动伫放热的头一天来重新回归，吸引不少亲子家庭来参与。空的，好、哦，有没有？右手转的时候，左手是空的，看得清楚吗？就是用骑摩托车一样，好、哦，加油门。而最近前，个人详细解说工具的运用，加上活动当天风势淡薄大，因此体验活动更加有挑战性，考验到游客体力和团队合作精神。那今年因为疫情已经趋缓了，那政府也比较开放，那我们今年特别也在七月一号暑假的第一天来举办这个独木舟嘉年华会，那再让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都可以到我们这个仙溪的青安水道来体验这个独木舟。那么除了我们的独木舟活动以外，那么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些农产品也有几个摊贩，那也来推广我们在地的这些农产品。那希望说，在这个暑假，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休闲的活动。那大家可以到我们仙溪乡来走走。那么仙溪乡除了这个青安水道以外，当然还有很多的景点，包括温仔港包括我们的肉粽角等等还有我们观光厂等等。那希望说大家可以在暑假利用暑假的这个时间，带到仙溪来玩，但是到仙溪，到仙溪这边来体验我们县西的风光。除了独木舟体验活动以外，现场还有各种美食大位、儿童游戏起点等等等多元选择。所以阵乡长指出，期盼透过独木舟的活动，会当将游客领潮带入来陕西，促进地方观光经济发展。台中华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